Surprise！ 想我了吗？大清爸爸。全全，我们走。您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。我们有在乘客资料里看到您的孩子曾经做过心脏手术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没有填过资料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但是我有接到地面同事的通知，机长决定给你们升个舱，要不您和孩子都跟我过去吧。升舱是什么意思呀？升舱啊，就是给你换一个又大又宽又舒服的座位，想不想去啊？想。免辉，我们先去一去嘛，看，然后我不喜欢再不去。我不喜欢就不去啊？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好。谢谢你们，也帮我谢谢机长。啊，没关系，请坐。喂，敏慧，你看这里好大，好舒服呀，我们就在这儿了。那谢谢你们了。不用客气。啊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没关系，那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叫我就可以了。啊，好。各位旅客，由槟城前往上海的 K1824航班。林小姐，这边请。请进。哇，好漂亮啊这里。哎，美国队长。经理，时间比较仓促，只能布置成这样了。嗯，好。是谁让你们布置的？啊，没有谁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也无法判断第2888位客人到底是谁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按照一家三口来布置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能住这个房间，还是帮我们订回原来的客房吧。如果您担心有什么隐形消费，我们可以和您签订一份合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太习惯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麻烦帮我们订回原来的客房吧，谢谢啊。全全，过来。我们不住这儿，我们走了。妈咪，我们不住这儿了吗？来，给妈咪。听妈咪讲，下次妈咪自己出钱让你住这儿，好不好？真乖，走，谢谢啊。曹木，是不是你告诉辛奇我来上海的事的？什么呀？我没说。哦。蔡文姬说早上找过你，应该是他说的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，他为了追你跟过去了？喂，走天涯呀这是。别胡说八道啊，他人没来，但手可伸得够长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说呢，我这一辈子连再来一瓶都没有中过。首先是在飞机上要给我升舱，然后来这边之后又要升级什么什么什么套房，我猜就是他在背后捣鬼。这么浪漫吗？浪漫什么呀？他就是故意想讨好全全，用这些糖衣炮弹拉拢全全。我可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对，绝对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再说了，咱缺钱吗？下次我请。曹总，你可够豪气的，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这话，下次我就等着你过来请我住更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曹木，那个品牌宣讲的事准备怎么样了？时间太紧了，我这两天肯定要通宵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忙了啊。去吧去吧。敏小姐坚决不肯住这个房间，我们也没办法勉强。不好意思啊，辛先生。没事，复原一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把这里都收了吧。就知道没那么容易骗过他。走，全全，妈咪带你去外滩，好不好？我要去露营。不去露营，我们去外滩，好不好？就要去露营。Surprise！ 想我了吗？大清爸爸。全全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走走走。哎，瞎起什么？别慌。你别误会，先走。真巧啊，您忙您忙。
你真的别误会敏慧，放你就是敏慧。啊，那你一定就是全全啦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亲我爸爸？我妈咪都还没亲呢。啊，全全。行行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Cindy， 我姐姐。姐姐？对，二G 的董事长，也是我的大老板。嗨。啊，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可爱啊！哎，我对你已经是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用的。啊？你怎么见过我照片？那当然是新奇发给我的啦。你不是已经回北京了吗？哎呀，本来是要回去的，被有些事耽搁了。而且哈迪也说你要来参加高科技峰会，我就想多待几天，要不然怎么能见到我这么可爱的大侄子？还有，叫我敏慧就可以。OK， 敏慧，你本人也比照片还漂亮，五味俱全。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，你哪儿学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成语？就 start learning。我觉得可以四个字四个字说话，太酷了。我的照片也是他发给你的吗？发的是你和全全的合照，我又没办法把你 P 掉。哎 ，no no no no， 你发给我的可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合照。别理他，他从小就是这样，口不，口不对心。That's right， 哇哦，你中文这么好啊！啊，看来你不但可爱，还有聪明。Love you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今天晚上我订了餐厅，一起吃饭吧。我没空。哎，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嘛。辛迪，我今天晚上正好有个会议要开，所以可能不太行。我要去。你要做什么不重要啊，明慧。我难得从国外回来一趟，还特意多留了几天，就是为了要见你还有全全。那好吧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想吃什么好吃的？